我们这次大学生创投比赛要开始了，以你瘦淮南的实力，首奖非你莫属。有兴趣加入这个团队吗？其实这次给我灵感的是你们吧。在我们人生只有一次的20岁青春里，能够让你留下热血沸腾、永生难忘记忆的会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与各位一起。 并肩努力的这段日子，暗恋橘生淮南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，8度空间，勇敢去爱播出。